好，开始。我先讲第一印象，对刘子，因为那时候就是刚上高中嘛，就很兴奋，自己的同班同学会不会有一些很漂亮或是很帅的帅哥。然后一开始还没看过他本人的时候，就看他的那个赖的那个头贴，就看起来就很正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就坐在我右前方，很好奇他到底长怎样，结果脱下口罩。没有，不要再继续了，就这样就好。还是跟本人一样。好，第一印象就是我那时候看到他的照片，我就以为，我就想说这脸那么漂亮。然后我第一次就上社课的时候就围圈嘛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他感觉是加阶级，他长得不像跨海区的人。现在印象就是，新发色很好看，赞哦。然后是现代舞，很 carry， 对，现代舞蛮喜欢的，超棒。现在印象，他就是做一件事都要一直问来问去，没办法，但他心里有答案。就跟他说你可以啊，但是他还是不会相信你讲的话。就是我跟他同班，然后高一的时候，就是其实我们没有到非常多互动。是高二的时候，然后就是越来越了解这个人，我发现他真的是我最标准的小女生，就是他很超级，他有一些点就是蛮无法理解，然后心思蛮细腻。然后蛮多陷阱的。我讲四季哦，就是呢，因为他负责，他有两支舞是负责跟老师联络的。然后就是阿信老师，然后就是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，阿信老师来就是认不出他，然后不敢讲。然后课程结束之后，他就说：“你是那个跟我联络的那个吗？”哦，我想说有一点不像这样。然后吊妹也是，吊妹都在那个课堂上，然后课堂后一直说：“啊，你根本不怎么这样之类。”他的肌耐很强，他是上一届。基奈学姐的基奈王的另外一个分支直属，我们几个女生就是一起合照这样子，然后结果我们就因为好像什么没准备好了就拍照，她就大哭，她大爆哭，然后蹲在路边，她就蹲在路边哭，蹲在路边大爆哭，蹲在路边大爆哭，没不丑，完全不丑，哈，结束。